Hello，我係 Alpha 李思雨啊。今次睇 3D 版嘅叮噹，其實對我嚟講，即係哆啦 A 夢啦。咁對我嚟講係一個幾新嘅體驗，因為 2D 嗰啲就由細睇到大啦。咁 3D 係第一次睇，咁所以個感覺係好新鮮嘅。有咩唔同呢？即係例如第一次見到叮噹嘅 3D，我先知道啊，原來佢係好有彈性嘅，個身體會掉拱咁樣啦。咁同埋就係因為因應埋 3D，咁加多咗好多動作嘅場面，所有嗰啲飛車啊，喺天空飛嚟飛去嗰啲都變到好刺激，同埋幾緊張刺激咁樣嘅。係咯，咁睇到最尾叮噹走，其實我都知道個故事會係咁嘅，但係都始終覺得會好難忍咯，即係都會好感動啊，會好傷心啊咁。咁其實叮噹都係陪住我哋一齊成長嘅人嚟嘅。咁依家今日嚟睇到呢一個 3D 版第一、第二就係都係林保全先生嘅最後一個演出，就覺得特別有意思咁樣。咁就問翻大家一個問題啦，請你哋講出其中一個唱過哆啦 A 夢主題曲嘅藝人啦。